夫妇更衣室帮你试一试。耶、yeah ！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帮大家穿衣服。帮大家穿衣服，帮大家就是那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在就是网络上面买衣服，然后每次理由买的都跟实体不符，因为理由都觉得自己很瘦，买起来很大件。没有，因为我是五五身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五五身，然后有时候在网络上面那个 model 那个腿真的长到一个吓死人，就是什么四六三七，然后我每次穿回来就是五五身。帮大家破除一个迷思，就是到底能不能素人也能把网拍衣服穿得很好看呢？对，然后先跟大家说呢，我们这一次的衣服呢是在哪边购买的？是在淘宝买的。然后你看它里面买衣服送你袜子，哎，请台湾的网拍也跟进这件事情。攻击台湾网拍。然后这是我们这次的衣服，这是非常有品味的，它是学院风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那种时尚的感觉，跟我看到了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不然我们先时尚看好了。有没有我们穿完之后，他们觉得这是玄妙的衣服？那我们就去试衣服，我们就先去试衣服，那大家就试穿。都什么？是开启婆婆结果长这个样子，知道？哎，你好像开启婆婆，衣服的新穿法，快点！拭目以待哦，拜拜。耶！呜！呜！差摔死。对，它就是我们的学院风的衣服。太太烈松，去摆个 pose 让他们跟我追焦。对，不晓得大家觉得跟网拍 model 穿起来有没有差别？我觉得其实就是差蛮多的。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是，可能我真的有点太肥还是怎么样哦，就是那个衣服，就算折起来它还是比例不太对。不过我觉得你当时没有。那你要帮我打分数吗？我跟你们说打。那你要帮我打分数？打什么分数？就是我穿起来如何？我觉得你穿起来有点太臃肿。真的啦，真的。你站，你放你不会讲，好，站起来看，可以站起来吗？转一圈。嗯，很像是。是什么？刚进一间医院的实习医生，然后就刚好没有塞车，所以在讲，先勉强。在讲，先勉强穿护理长的衣服。那你觉得我呢？你觉得我好看吗？有没有大自然清新的野草？好吃男孩的味道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试穿的这一件衣服。那我们就是最主要，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夫妇呢，然后这个夫妇更衣室，然后穿各式各样的衣服给大家看，就是我们自己去买那个衣服。那如果呢，就是有厂商不嫌弃我们两个的话，也可以赞助我们衣服这样子。如果有网友觉得我们品味很差，可以在下面敲我们。对，还是你要提供什么样衣服，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穿给你看。我们是不建议收到 Lara 或者是就是 Lara 的。的衣服发音标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夫妇之道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耶，拜拜。